大家好，我是嘉豪教练。大家好，我是叶洁晶。今天我们用三张照片想介绍这个女仔的。这个女仔就叫阿宇。这张照片就是她第一次代表营动。2015年的时候加入了营动，就代表营动参加了一场比赛，就赢了。我记得那时的阿宇其实就没什么目标，没什么方向，读书成绩又不是那么好。但是她在跑步的天分非常好。她很努力练习，在比赛之中都跑到好成绩，所以她之后都找到自己在跑步上面的方向和目标。转眼间已经到了2017年了。咁呢张相咧就系佢冲线嗰一刻咧，非常之开心。点解呢？因为呢一场咧，佢以一秒之差咧就打破咗香港15公里嘅青年纪录噶。最后一张相咧就系阿宇咧，咁啊喺呢个渣打马拉松嘅青年组里边攞咗个冠军嘅，咁啊非常之好嘅。咁嚟紧咧，佢就即将咧有个新嘅挑战，系咩咧？咁啊交俾佢讲啦。三年前我加入咗营动长跑班，营动俾咗机会我识到嘉豪同埋杰晶，我先至有而家今日咁嘅成绩。今年我更加获得联动的资助，可以去到澳洲参加黄金海岸的半马比赛。更加重要的是，我想借住今次的比赛为联动筹款至少21,095元，为基层青年提供体育训练。为什么是21,095元呢？就是因为半马距离正正就是21,095元，即是代表我每跑一位就代表你们每出的1元。阿宇之前是行动的受惠者，他现在帮他人有一种传承的感觉咯。因为我之前就代表行动去过几个家访啦，咁就见到他们其实一些低层的小朋友是得到行动的一些资助去接触到一些不同的体育活动，就觉得这件事是可以帮到他们。我希望今次我不单单只是一个受惠者，我更加可以帮到其他基层的群体。请大家支持营动香港体育基金，耶！